都吃了吗？欢迎到我们社区食堂来吃饭啊！我们社区食堂办的可火了，一个人没有。您吃点啥？这我就不看了，你给我来一盘红色的眼泪。啥味儿啊？油炸花生米。啊，这有。 看啥呀？起菜吧。不加点啥呀？加两把椅子。啊，行。哎呀，钱总，你看您今天不喝点啥呀？喝的我都带了。啊。光粮五酒，我怕你这儿没有。有，还不少。光粮五酒，人生路好走，喝酒就喝光粮五酒。 行，你那太多，我喝不了，我就喝这一瓶就行啊。哎呀，都说钱总大方，钱总啊，您真大方。二姐夫，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干什么？请客呢？你可真有闲心呐。咋的了？那个，我把车借给你之后，你把车给我还哪儿去了？啊，我就把车停在你那个物业门口了。物业门口那个车牌子是我的啊。 但是那个车肯定不是我的，那车肯定是你的，我停的，肯定不是啊！你看啊，咋的？那个车啊，从后尾灯啊，一直到前车灯啊，一到纵贯线呢，都快刮漏了。怎么回事？车顶上还扣个大蛋糕，怎么回事？不是笨笨啊，车借给我以后，我开出去给撞了，这可不怨我一个人啊！等会儿二姐夫，还有俩啊，你拿我车出去拉活去了还？ 没有啊！哎呀，我拉什么活啊，二姐夫，以后这车我肯定不能再借你了。哎呀，我拉你什么？哎，喂，你好。啊，大蛋糕车，不是我的。你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啥？哦，我现在就给你弄车。哎呦，我天，二姐夫，你说你把我车整的，你咋这么淘气呢？笨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钱总，这咋整？请的人走了。走啥走？没来呢，我请的人。 啊，我不跟你来没来，您的菜呀齐了啊，齐了，放这儿吧。齐了，这可咋整？哎呦我，齐了，快！哎，小脸你来了。二姐夫，我刚才看着一个酿色的，啥？我说酿色的，我说一个酿色的，你能明白吗？什么明？我明白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看着一个移动的大蛋糕。你是不是看见一个蛋糕车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我的杰作啊。 哦，二姐过生日，你想给她惊喜，行啊！这过啥生日啊？那是我创的，是我知道你创作的，出事故了，当出事故了，撞的，明白了吧？我的妈，你怼蛋糕店里了！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找你帮忙的，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我今天开车出去了啊。 说呀！我说不清楚啊，什么？你这样，你这样，哎呀，起来！来，上车，我跟你说，上车呀！二姐夫，你错懵了，咋的？你让大伙看看，这哪有车呀？这假如就是一台车。 你上来，我给你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。哦，你想让我给你请请再见？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上车呀！这智商花老钱，这小米粒家是不是爱没坏呀？哎，铁妹妹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他家水管坏了，我来看一眼。哥，过来，你认识他呀？岂止是认识，简直就是认识。 太好了，哥！妈呀，这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，啥？他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。小米把他介绍给你了？那他是想开了。太好了，哥，啊，我吧一眼就看上他了。啊，那啥，既然你俩认识，帮我多说点好话呗。包在我身上，一会儿小米出来，你也替我说说好话，咱俩互相帮助。 哥，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他了，那肯定没问题呀，是不他哥？他哥，这名我喜欢。放心吧。
唱我的。那个田笨笨，哎，抱歉啊，一会儿你看着小米粒，让他给我签个字啊。哎，以后别叫我王小倩，请叫我他。谁哥？我哥。啊，我说的嘛，别说啊，你俩长得还真挺像。谁跟他长得像？长得也互相帮助，是挺像。这是我亲妹妹，她叫李温柔。对，李莫愁。李莫愁这名字，我跟你说实话。李温柔。啊，对，李温柔，人如其名，这名起的多坚强。那个此时此景，我特别想为她做首诗。那个我。北国春风迎面来，万里桃花朵朵开，谁若娶了李温柔，今年还来得及生小猴。你快要来了。笨笨，你来了。我是薛成才。小米粒，你家水管没坏啊，一会儿你别忘给我签个字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要走也不是你走啊。那什么，我给他俩介绍对象呢。不是，王小倩不是他哥吗？哪有刚见面就以夫妻相称？哦，哎，别说啊，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相。哎，我看王小倩挺喜欢的，刚才还做首诗呢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王小倩那人咋样？王小倩这个人，他能怎么样？互相帮助。飞了，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？野花啊！啊！我不告诉你了吗？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吗？我知道啊，但我也知道啊，不采白不采呀，白采谁不采？大姐，来来来。把这野花给它插到花瓶里啊，老好看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吃包子呀，啥馅儿的哈、啊？素的，素的素的呗，你吆喝啥玩意儿啊？你这，哎，你咋知道我爱吃素的呢？你这样啊，蒸好以后给我打包几个啊，多几个，然后我到公司吃去啊。陈春春啊，哎，为了你的健康啊和安全，你还是在家吃的。怎么呢？家里包子热乎啊，外面风多大呢？怕你呛着、哦，你万一那个韭菜糊你扁头体上，你不得憋死啊？我大姐她一点常识都不懂，韭菜叶子怎么能糊到这个扁头体上呢？要糊也会糊到鼻孔眼里啊。没事儿，你把这个鼻孔眼堵上，砰就流了。哎，小米粒啊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有个朋友在网上开了个奶粉店，你把他微信号搞。二姐夫，那个你要这奶粉是不是你们公司搞活动要抽奖用的哈？不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肯定是要给你们公司员工发福利，就是。啥福利呀？我就要三罐，我这必须质量好的。我把他拉黑了。妈妈咋的了？妈呀，妈。啥事儿？不是，妈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就是过个两三天吧，你有没有功夫？我呀，啊，是咱家大闲人啊，除了做饭、洗衣服、看孩子，剩啥都不会干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就这就行。你要干啥？我不是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啊。哎呀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哎呀，我说孩子们呐，你看着没？这个陈顺风啊，他是想让我给别人伺候月子，太明目张胆了。小米粒，我问你。你是我亲妹妹不是？大姐，你是我亲姐不啊？我是你亲妈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只能给我伺候月子，你不能给别人伺候月子，你得给我做主。我二驴子倔了一辈子，没想到今天让钱顺风那瓶老雪花给我闷倒了。小小驴啊，别开玩笑了。二驴子，你别哭了，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是咱们全家人的事儿。对对。哎呀，大姐啊，我想起一个事儿。
多大岁数了还在这撒娇啊？大姐啊，哎，我记得咱家有个小太阳呢，你干啥呀？天冷了，我这办公室冷，我想办公室用啊。你是不是脚冷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把脚抱起来，搁怀里捂捂呗。脚抱起来咋捂啊？不会啊？啊？你学烧鸡呀、啊？你是说勾帮子吗？对。那我得好好想想那烧鸡啥形象啊。哎呀，那不行，那我还得把两个腿打折揣到怀里边，来个大窝脖那嘎吱窝里，那不行，那难度太大了，我完成不了。张米线啊，啥？这咋的了？不高兴啊？高兴？那咋的了？二姐夫、啊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呗。你讲吧。从前吧，有个白眼狼啊，死了。大哥，我求你点事，我真害怕。那个一会儿我躲起来，但是你跟他说说，完你我想看看他啥反应。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这孩子，我求你了啊，求你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来来来，我来。哎呀，你说你买，我跟你说，小米粒啊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，家里边出事儿了，出啥事儿了？出大事儿了，他稀罕你，你不稀罕他，你不稀罕就不稀罕吧，你还老拿话刺激他，说他长得磕碜，你说你对这么一个卡在青春期的少年，你老这么刺激他，受得了吗？姐夫、啊，你要这么说，咱俩就得掰扯掰扯了。啊啊，说，你是不是我亲姐夫？是啊。那找对象这件事儿，是不是牵扯到我一辈子的幸福？那是。那现在我问你啊，啊，你平心而论，啊，王小倩磕碜不磕碜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问题吧。他还真是个问题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就说吧，王小倩磕不磕碜？他磕，可以接受还是？哪儿可以接受啊？哪儿可以接受？啊？你看他那个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看他那脸型，哎呀，我的苍天哪！你看他那眼神，哎呀，我的娘啊！不是大姐夫，哎，你在我心里可是最诚实的人。嗯。哎，今天你就跟我说句实话，嗯，王小倩磕碜，对吧？当然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说实话这么尴尬。继续说你爱我，快点继续说。你等会儿，你叫他啥？老公？这是我老婆，俺俩两口子。哎呀，俺俩两口子，你气人不气人？有这么好笑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这。你说的是他们家保姆？是，你刚才不进来说跟我们全家那过不去吗？我不是怕沾包吗？行，你家人厉害啊！我上一次来，全家合着伙的调理我，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，是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们涮你，是你自己涮你自己。你可拉倒吧！我跟你说，锁你车不是目的。那你目的是啥？是锁你的车。为啥锁你的车？你老乱停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停哪儿呢？小区有停车位啊，你进停车场啊。他不让我进啊。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？我没钱呢。没钱你买车。那不有停车位吗？我就买了辆车。有停车位你停啊。他不让我进啊。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？我没钱呢。没钱你买车。他不让我进吗？你进呢、啊？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？那他不是有停车位，我就买了辆车。停啊！他不让我进，没钱你有车呀、啊？能不能从停车位里蹦出来呀？行，赵刚子，行，我乱停车了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？我找不着你人。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？上次拉你家电闸，找你就找不着，打电话你就不接，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，你还是不接。你的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？现在什么社会了还存电话，多老土啊！那你说咋不土？加微信，加就加，扫一扫，摇一摇，咔嚓咔嚓咔嚓。哦，叫啥？金刚钻。你叫啥？瓷器活。
咱俩就是朋友了呗，就是朋友圈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。行，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。可以，亲。是这样的，小区就是咱们的家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对不对？对家得爱护。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，乱停车，别人都出不去了，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？我是物业，我要不管的话，是对你不负责，对业主不负责，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。句号。在。我能不能回复一条？可以。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，我刚想去交，咔嚓，钱包丢了。我刚想去补卡，咔嚓，你把我车给锁了。你说我不是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要。等会儿，你今天丢钱包了？呢？你在哪儿丢的？我要知道在哪儿丢的，那还叫丢吗？那叫掉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撂在咱小区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在小区刚捡了一个钱包。哎呀，那是我撂的吧？那不一定，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？我问你，你那个钱包是个啥样的？是个包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你钱包里有啥？有钱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除了钱还有啥？卡。我对你的智商堪忧。除了钱和卡还有啥？还有一张照片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真有张照片哎。这照片里边这个女的是谁呀？我妈。那不行。一个字，绝。儿子呀，儿子呀，你啥时候出生呢？爸爸可等着你呢。儿子呀，哎呀，儿子，你长得得多可爱呀。儿子呀，钱正发，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老冲我叫儿子呀？哎，哎，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，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，我不冲你喊儿子，我冲谁喊儿子呀？知道你是管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。起啥哄啊？媳妇儿，你这话说的太刻薄了，你怎么的？啊，我钱顺风长得是磕碜点，我怎么的比你爸还好看点不？哎呀妈，别跟我爸比，跟我爸多有风度啊！哎呀妈呀，你爸那叫风度啊！你爸那肚皮那就是骨肚，不能坐下。结果邻居都说了，你咳嗽他也是骨肚啊。爸呀，骨肚就是风度。顺风，以后你们两口子说悄悄话的时候，尽量别带上我啊、哦，我累。搞公益活动来了，正好拍这个公益小视频，你看多好。我决定正式加入你的团队。不是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特别确定，不能再确定了。好，有你的加入，这事成了。哎呀，小朋友们好啊，好好训练啊！你们是中国足球的未来，你们是中国足球的希望，一定不要。一定不要放弃，坚持你们的梦想啊！这就不给了，这我还有用呢。张璐，别动！我迷糊。你看你脑袋跟个球似的，你转第一圈时我就想给你接住了，还好没接住，要接住不该一个大脚给我开出去了。那不能，那不能。张璐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呢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最近咋瘦了呢？别提了，这不前两天有点上火事儿吗？啊！哎，撒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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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拿我当回事了吧？啊！呀，小倩儿啊，怎么还能叫小倩儿呢？那我管你叫啥呀？这派头子看不出来吗？这派头子，现在
是导。导啊，导游。还捣蒜呢，我是捣够，不是，我是导演。王导，王导，你好，王导 啊，你找我来啥事儿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我呀，想拍一个公益小视频，讲述的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走进社区，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励志故事。好事儿。好事儿，这事儿我参与。那就行，但是你别掺着我。这事儿我也参与。确定啊？确定，确定。那你们俩看看剧本吧。好，上那边看看，那边看看剧本去。张璐，你好帅。秘密，你也很漂壳。啊，是亮。写分家了，不是这样，你写飞了。再来啊，秘密，你也很漂亮。张璐，我喜欢你啊。秘密，我也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这是啥故事啊？这也不是励志小视频啊，这不爱情片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呀，前边一部分呢是爱情片，后边呢就全是公益了啊！不是啊，王导，你这个词儿写的也太肉麻了，人家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说啊。啊，那秘密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呢，我就找小米粒去了啊。好意思，特别好意思。张总，要不这样，咱俩先试一下，行吧？那就试试。太好了，来吧，你们俩。来试试戏啊！嗯嗯，听我口令啊！嗯，头一段开始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开始巡逻！街坊邻居们，不要太想我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下班了，但是我的心里面装的全都是你们小脸儿，在这给你们敬礼了。李碧。你们收到了吗？收到啥？我都没开呀，我都。好好休息啊！哟，秘密，秘密，天哪！你这一个人在这干啥呢？哎哎哎哎，小脸，不是一个，这还有俩呢。你俩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天哪！啊啊，看着了，仨人啊。秘密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来，来，小圈啊，圈儿，干啥呀？咋的了？哎，圈儿啊，啊，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。范爷爷，哎，让我猜一下，你是不是想卖我鞋？你咋知道的？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。告辞。回来，我看你说你都多大岁数，你那么没正形呢你？就是，没大没小的。哎，小美丽儿，你咋的了？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出手，可是我一家找不到买主。买主还不好找吗？啥货呀？我买。你啊，满兜上下就3块钱，干什么买呀你？我这个卡太好了。当当当当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，是吧？啊，不贵，288，多少钱？288呀。你想赔死啊？我花688都买不着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没多少，就15双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，给你啊。别说15双，150双都没问题，真的啊？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。小美玲啊，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，是不？也是哈。哎，但说好了，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？啊，都要了。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。那你说，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，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？
去哪儿啊？高子。哎，我是大客户，你说去哪就跟你去哪呀。你爱来不来？哎，等我会儿啊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去了。